他本来不该死的，是我没有勇气救他，我更没有勇气去承认这一切。我还和你一起演了那么多的龌龊戏，把这一切都推在鬼杀人身上。是我。秋殇中了那一掌后，在偌大的玉城却无处可去，他只能来找我，找他最好的朋友秋殇，可却撞见了我跟玉木兰私会。你别误会，我们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他本就身受重伤，此时该有多绝望。玉木兰，你却担心事情败露，又对他下了杀手，而我为了活下去，即使知道你要杀我，我也只能装疯卖傻。谢谢，护你平平安安。不配做他的朋友。